实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演，就是比较悬疑一点的剧本，比较悬疑一点的角色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看悬疑剧跟恐怖片的人，在这部片一定会看到大家从来没有看过的我。Happy birthday！ 你刚刚躲哪去了？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。他的表演可以发挥的地方其实是蛮多的，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演出，可以让大家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定位，这样子。除了歌唱方面的表现，在戏剧上面的表现也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演技也会有所的不一样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哦。